什么呀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！哎呀，我就知道是他蓝枪啊！全军出击！哎呀，你一级学抠，他中风。我戳一下，他中风，一上来平 A， 平 A 接戳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一点盐抠一下平 A， 闪现平 A。我们的一血还行。You have been slain. 不是点燃了宇宙之火。接着，接着。我一上来戳一刀，一走一回来，一扣耳链平 A W 溜平 A， 平 A 接戳一小兵平 A， 平 A 一过来 A 接戳接平 A， 一过来 A 接中方。干嘛呢？给我中风！这蒙多也迅捷不乏呀！愤怒在积攒，算了，再守一波吧。迫不得已之事，我无怨无悔。一口耳裂，平 A， 平 A 打把妞。一口耳裂，一上来 A 接戳，中风平 A， 我一戳，哎呀，没戳着，走位。啊！哎，这我的。我要戳着那小兵，我感觉我能走。
吃塔皮了。我出你去啊。中风。中风接大招而点燃。咋了？回去收小鸡。哎，蓝枪出 bug 了，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这个位置好像有一个碰撞物体，蓝枪出 bug 了，近身烟雾弹没效果。看见没，我抽空气也能给他说着，他又没有效果了。我现在戳这里应该能戳着行、啊、哎，走呗，戳一下打翻着衣过来再戳。哎呀，本来这波蒙多能杀的，我这疯。我号没了，先来这个吧。哎呦啊，没有意义吗？小鸡儿，这把蓝枪的烟雾弹啊，就全部都没用了。哎，这波没玩好，这波 W 就没放出来。红 buff 没了，没关系，这红 buff 是我的了。哇，还要不要人玩了？哎呦，好难玩啊！为什么蒙多九级你五级啊，我的兄弟呀、啊！怎么玩的这是？人家九级你五级，我操了！哎呀，
你也像个人了。拿脚玩的吗？这是我去自由啊，真理从他们的指缝间流走。你差个一级两级，那咱也你他妈差4级，我天，这刚才升6还是搁我中路吃经验升的，你知道吗？怒火出鞘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不会吧？还玩不玩了，蒙多啊？这蒙多的无限助我中路，我出门一趟杀一波蓝枪，他来一波；我杀一波蓝枪，他来一波。后老右的还打不动，这把这蓝枪的烟雾弹就没有用了。他自己不知道吗？那他自己知不知道他也没用，这整场就没有用了，好像就是。这就是新出来的 bug。为啥？没有为啥。这蓝枪对面有亚索，近身放烟雾弹就直接就没用，整场就是烟雾弹就失效了。吃个蟹吧，赶紧回家出盾弓，2450。正正好好，哎，大虫子还行啊。黑暗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留下的乌有。这周8级了，还行，他俩没减伤，现在我有盾弓。
那蒙多没搁旁边，你凭什么跟我打呢，兄弟？把峡谷打了，你快点，要不别人什么玩意儿都是别人的，没有一个是自己家的，赶紧打了。我把这个大虫子给他解放了啊，俺们家这大虫子还不错。完了，大虫子也干了，中风。让我一着一颗耳裂拖一刀平 A， 中风接 W A 接拖平 A， 一颗耳裂一过来，一颗耳裂平 A 接中风平 A 拖 A A 接拖接平 A， 一颗耳裂下路赶他一波，给我勾拖一下 W 接中风，我约他来，中风一扣耳裂一过来 A 接中风拖起来，中风一扣耳裂一回来 A 接拖接平 A 接平 A 拖一刀平 A 平 A 拖一刀 A 接中风走出来接大招，为什么是卡莎的人头啊？好勾，但我们首先要解决这个防御塔的问题。走了，刚刚好，差100块钱，我们无尽了。大虫子又死了，小龙可以要，不是可以要，是必须要。蒙多给我杀了 ，A 拖减压平 A 平 A 平 A 接中风接大招，先把蒙多杀了。别点了蜘蛛女皇了，那蜘蛛女皇根本不像个人。混乱面前，没人样，蜘蛛女皇。好勾，赶紧推，绝对不能让对面拿到龙魂呢。这不能大过去，这大过去我没了。
我们先打个蓝去。不推了，我大龙，我们打大龙老快了，我来个钉，我不来个钉，我来个死亡之舞。勾的，哎，起飞！直接打大龙，来来来来，我们这打大龙老快了，那蜘蛛卡莎加亚索，赶紧给我打！这打大龙可不是一般的快，我去找女警了。把上路推了 ，Q 闪 ，W 戳 A 一 A， 一 Q 耳链。平 A 点呀 ，A 接冻风接平 A， 冻风触发，吸血 ，EQ 耳裂，幻想平 A， 来，他俩站住，跟我站住。勾的。哎。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哎，这能中？先把塔给我拔了，我中风。什么八子？这是蓝枪的八子。最近别玩蓝枪了，烟雾弹容易消失，不过也有好处。你看，就刚才那卡莎的技能打的没打着人，他算一遮挡物，应该算一个小兵。那有个积木，那不是积木。